床褥体验。那五星级里面包括些什么东西呢？当然就包括了五层的这个结构啦。你的这个五星级的床褥里面呢，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材质在里面，包括说有我们的天然乳胶啦、 memory foam 啦，还有我们弹簧等等，我们集合了每一个材质的这个优点于一个床当中呢。所以呢你今天呢可以体验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呢它有很好的一个支撑度之余呢，它软硬是适中之余，它还有 anti disturbance 的一个功能啦。对。